黄山在四季中展开不同的画卷，森林的色彩变幻莫测，亿万人登顶高山，却很少有人深入黄山深处，森林内部的风景鲜为人知。大山深处每一幅生命图景都是黄山的生灵的天堂。冰雪覆盖，不管在任何季节，代表高山活力的树木不会沉睡。即使封冻在冰里，这些坚韧的黄山松针叶仍然透出生命的绿光。树木是神奇的物种，它孕育生命，保障生命所需，为生命提供庇护。漫长而寒冷的冬季，零下十摄氏度的严寒，带给野外生存的物种更大的生存考验。在黄山西南的这条峡谷里，黄山短尾猴正在忍冻挨饿，它们在雪地里和冰冷的溪水中搜寻一切可以充饥的食物。更多的同伴为了保持体力，他们宁愿坐在石头上想象食物的美味，也绝不轻举妄动。年老的猴子盘算着是否能够顺利度过这个冬季。这是一个罕见的冬天，因为秋天的干旱，森林里没有为它们留下安全的食物储备。强强出生刚满三个月，身上稀疏的绒毛还不足以抵御严寒的侵袭。这样的雨雪天气已经持续了半个多月，强强的母亲并不清楚她日夜坚持用这样的姿势是否可以把孩子幸运地带到春天。紧紧地依偎在母亲的怀抱，强强眼睛里透着惊恐和不安。而年龄稍大一些的幼猴提前脱离成年猴群的照顾，开始学习在雪地里寻找食物。没有人了解黄山短尾猴在黄山更早的历史，
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们才引起动物学家的注意。短尾猴是体型最大的猴科动物，尾巴短，又被称为断尾猴。雄性短尾猴的面部为褐色，雌性成体的颜面呈鲜红色，老年为深红色，甚至是黑红色。同其他非人类灵长动物相比，黄山短尾猴的脸最像人类。这是一群过着小群体生活的生灵，群落规模一般在40只左右，猴王头贵是他们的首领。头贵一年前来自另一只猴群，通过武力征服，成为这个群落的首领。在与冰雪的战争中，遭遇生存的致命困境，如何带领猴群度过寒冬？此时猴王头贵也显得无能为力。他曾经带着猴群走遍了领地的尽头，在其他猴群的辖区边缘徘徊，无奈最终仍然不得不返回原地。黄山短尾猴通常活动在海拔较低的深谷密林里，很少进入人类活动的区域。但是寒冷和饥饿逼迫它们冒险走出自己的领地，穿越森林，爬上高山，向观光的游客寻求帮助。严酷的冬季考验着黄山短尾猴生命的耐力和智慧，经历了风雪严寒，黄山和它庇护下的生灵们期待着春天的来临。伏羲猴谷是黄山最大的一条峡谷，峡谷中的伏羲是黄山风景区唯一流向钱塘江水系的河流。茂密的常绿阔叶林为黄山短尾猴准备了青冈、苦竹、林木等60多种主要食物。黄山短尾猴懂得如何选择和占有优质的树叶嫩芽，可是在食物的储存上，它们还没有更多的办法。它们只能用天生的荚囊暂时将食物贮存起来，以便天黑之后再细嚼慢咽。强强终于熬过了冬季。
黄山短尾猴等级森严，猴王雄居高位，绝大多数猴子都为次等等级，末等猴子是战败猴、奴隶猴和老弱病残。准备最低的猴子往往被安排在群体活动区域的边缘站岗放哨。头贵现在统治的这个群体有38名成员，当猴群进入新的猎食区，头贵首先独享食物。在头贵进食期间，其他猴子只能在远处等待。猴王与普通成员之间有一道无形的红线，红线之内是不可冒犯的禁区。依靠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对自身顺位的清晰体认，黄山短尾猴结构着一个成熟的猴群社会。春天里，阳光温暖，美食丰足。在这个营养过剩的季节，成年雌猴提前进入了发情期。猴群中，猴王拥有交配的绝对优先权，几乎可以同所有雌猴交配。但是雌猴并不愿意从一而终，他们背着猴王频繁与其他雄猴偷情。这种行为虽然存在受猴王攻击的风险，雌猴为了延续后代、提高受孕率，选择了这种生殖策略。有动物学家认为，雌猴与多个雄猴交配，以便将来更多的雄猴误认为自己是幼猴的父亲，这有利于对婴猴的保护。头贵把强强视为自己的后代，与强强备受头贵宠爱的情形迥然不同。这只幼小的雌猴并不受头贵待见，他试图走进头贵，却受到了严厉的警告。在黄山短尾猴的世界里，有人认为存在重雄轻雌现象，但反对意见指出，发生在个体间的厌恶事件与猴子的性格、心理、记忆和移情等多方面因素相关，原因非常复杂。小雌猴再次接近头贵的时候，遭到了无情的攻击。无辜的幼猴也许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更不了解群落中的清规戒律和成年猴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春天带来生机，黄山山脉1200平方公里的绿色长廊是野外生灵的天堂。绿色的嫩叶不仅为生命的延续输送能量，也是黄山人千年依赖的财富之源，并与世界沟通的媒介。
农历清明前后正是农作物种植的时节，而对于黄山的茶农，一个忙碌的季节又开始了。深夜才错起深年，二月才错正方春，三月才错桃花恨，四月才错走错磨，五月才错成冬阳。对植物的认识和利用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技能。黄山北麓太平湖东岸的猴坑，春天催出了茶树的嫩芽。茶农方继昌正在为采茶做准备。还没过春节之前，我们心里啊就有一种顾虑了。春节一过，我们就准备茶工、茶叶制作人，包括所有的茶钱的那些货啊、吃的东西，甚至比春节还要多。一般的，像我们家里要请40到50人。他所在的猴坑村，在海拔600米的山沟里。这个原本只有22户人家、70多口人的小山村，突然聚集了1000多人，住满了采茶的工人。这棵茶王树已经有600年的生长历史。按照传统，每当开园采茶时，都要举行祭茶开园仪式。敬我乡邻干曹仁，早日与您参天之行，自梦神思。猴坑就是著名绿茶太平猴魁的原产地。黄山北麓海拔700米的高山上，茶园生长着茶树的独特品种世大树。600多年前，猴坑人开始种植这种灌木型的大叶茶树。这里山高林密，光照适度，气候湿润，是茶树生长的绝佳环境。当地村民这样形容猴坑：晴时早晚遍地雾，阴雨成天满山云。陡峭的山坡上，土壤主要是花岗岩和纤维岩的风化物，透气性好，并且富含有机质。这里采摘的鲜叶是制作茶叶的上等原料。两叶一芽是中国名茶太平猴魁的茶型标准。采回来的鲜叶经过晾晒，一只一只的挑选掐制，保证两叶一芽的形状。这个过程叫做剪尖。剪尖之后的鲜叶需要在铁锅里翻炒杀青。再一根一根的理条整形，把它底下的这个尖把它捏就行了，像这个长横的把它咔了一咔一点点。每年像这种情况呢，毕竟要苦一段时间，大概1个月左右，这个一个月是没办法的。整过形的茶叶经过压片，再用不同的火候反复烘焙。方继昌坚持用手工制作太平猴魁。
在制作过程当中，从杀青到干茶，每一道环节失误一下，这茶叶就不值钱了。像我们一年只这一次嘛，我们就靠这个茶叶，主要靠第二年的这个收成。他认为，尊重茶叶的唯一方式，就是要用手感，感觉茶叶在不同工序中的状态。这个复杂的过程，不仅融入人的情感，还有对天赐之物的敬畏。清明到谷雨前后20天时间，是太平猴魁鲜叶采摘制作的最佳时期。这20天黄金时间，是方继昌和茶农们一年中最忙碌，但是最快乐的节日。茶前我都要称量我自己的重量，茶季结束以后，大概最少是5到7斤左右。太平猴魁成品茶，叶色苍绿匀润，叶脉绿中隐红。入杯冲泡，茶汤青绿，兰香高爽，在世界茶叶历史上早被公认为珍品。太平猴魁产量很小，但是声名卓著，甚至是绿茶市场的奢侈品。黄山83%的面积被森林覆盖，地形复杂，生态环境多样，植被覆盖率达到94%，原生植物1446种，木本植物就有700种以上，珍稀植物高达25种之多。珍贵的祁门红茶就生长在黄山山脉西段的祁门，茶树生长在高湿的环境，受雨露滋润，茶芽蕴含丰富的茶汁。高山区强烈紫外线作用，促使茶叶形成大量的芳香类物质。这种独特的植物被植物学界命名为祁门珠叶种。这是王厂花费多年心血培育的一片新茶园，今年是头一次试摘。一芽两叶，这是新品种珠叶种，无性性两种通过繁育的。新鲜的茶叶送回茶厂加工。1871年，祁门茶人胡元龙创制出祁门红茶。祁门红茶由此成为黄山毛峰、松罗茶、屯绿等众多茶叶家族的一个独有品种。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组织茶叶研究专家对祁门红茶种植和制作工艺进行持续改良，使祁门红茶成为著名的世界三大高香茶之一。广场期待已久的红茶新品种终于制作好了，他特意请来茶叶专家和朋友进行品尝鉴定。这个茶色很红，也很艳。因为香调清芳馥郁，蜜糖味深邃，人们习惯称为祁门香。屯溪是黄山最大的城市，自古至今都是黄山茶叶的贸易之港。毗邻兴安江，
这条徽州传统建筑风格的古老街道已经存在了500年。这家百年老店创办于19世纪末期，现在的主人厉辉从小在老街长大，老街过去的故事很多是从他的外公那里知道的。过去老街也就是整个屯区的唯一一条的商业街，所有的商业几乎都在这条街上，有小作坊啊，有酱油铺啊，布店啊。那个时候老街上的这个茶号多了，鼎盛的时候200多家。在中国清代黄山茶叶贸易的鼎盛时期，屯溪老街数百家店铺聚集其中，是当时黄山茶叶贸易和外运的主要集散中心。屯溪茶务都会的美称因此而得名。黄山是长江和钱塘江的分水岭，发源于黄山深沟峡谷的溪流，在屯溪汇聚于兴安江，经过富春江、钱塘江流向东海。黄山70多万亩茶园，产茶近2万吨，60%出口，大部分茶叶都从这里分销到世界各地。从公元8世纪起，这里的茶叶就享誉全国，16世纪已经大量销往海外。19世纪以前，中国是世界头号茶叶生产和出口大国，而从18世纪初开始，茶叶一直是英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货物。这种被称为东方神草的奇特植物，也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的媒介。最受英国人追捧的黄山茶叶是祁门红茶，英国人至今还把它尊称为王子茶。Some of our most famous blends were created for special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 One of our most famous blends is Royal Blend, and Royal Blend was created for King Edward VII, and it remains our most popular bestseller now. 在英国人的心目中，茶叶是来自中国的恩赐之物，这种东方饮料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People are rediscovering tea, especial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ey're really liking it. We're sort of going away from the coffee culture and back into tea. The young people are getting more into drinking tea, I think. But still, the older generation, my grandparents drink so much tea. So much tea. It's amazing how much they go through. 一个世纪以前，在英国的皇室和贵族中，曾把饮用中国红茶视为显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今天，在英国乃至欧洲各国的市民阶层，喝下午茶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夏季，幼猴整天嬉闹，而成年猴子却很少活动。从地面爬到树上，是黄山短尾猴成长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强强独自在树枝上攀爬，地面上的猴子几乎把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时刻，强强终于开辟了他一生中另一条重要的道路。
这是一条生命走廊，森林将是他未来的全部世界。母猴需要完成他的教育义务，成长过程中幼猴必须学会在树上行走、取食，甚至战斗。但是在树上打闹，母猴却迟迟不愿意让幼猴尝试。对幼小生命的溺爱，母猴的表情和轻柔的动作充满了母性的温情。亲近猴王，显示与猴王的亲善关系，是黄山短尾猴确立个体社会地位的重要规矩。地位低下的猴子高高抬起臀部，用成臀的方式表达忠心和臣服。当殷勤的猴子一旦被猴王默许，就会迅速坐下来，诚惶诚恐地为猴王理毛。理毛是猴群社交中常见的礼仪行为，黄山短尾猴在休息的时候最常见的交流方式就是相互理毛。除了进食之外，理毛是他们干的最认真的一项工作。这是一种亢奋的互动，快乐的情绪以两猴同时叠牙和大叫得以释放。动物学家认为，黄山短尾猴的这种同性爬跨并不是性行为，而是表达比拥抱更强烈的感情，或者是双方互相攻击后的和解方式。黄山短尾猴用架桥的方式表达友爱，以示亲密，幼猴是传递情感的桥梁。几千年来，黄山山脉给森林中奔跑游动的生灵提供了无限的物质资源。生活在这里的山岳土著居民和大量迁入的中原移民，在山区闭塞的环境里顽强地学习探索生存的技能，总结着与自然相融共生的智慧。触摸松林和岩石的呼吸，记录云海与山色的表情，历时两年追逐四季轮回的璀璨光影，古老山系的全新影像，大自然的视觉奇观。人间仙境，山林天堂，寻历神奇自然，解密山岳世界的经典传奇，石破天惊，筑梦徽州，从人与山相遇的曲折故事走进文化繁衍的美好记忆。山水画卷，秘境之地，领悟山水精神的真谛，寻访更悠远更深沉的境界。美丽中国，美好安徽，精彩纷呈。六集高清纪录片《大黄山》。暮色笼罩了西海大峡谷，鹅卵石堆积的河道中，
焦振新和他的搭档正在溪流里寻找一种黄山特有的美味食材。别走，我们往那边，别先走，走。你是去供的？哎呀，一件不求。现在这里。这是一种貌似蟾蜍的蛙类，胸部生长有刺，动物学里形象地命名它为吉凶蛙。它们栖息在溪流的岩石夹缝中，当地山民叫它们石蛙，也叫石鸡，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加之味道鲜美，成为当地人餐桌上珍贵的食材。石蛙的生长、交配、孕育对环境水温的要求常挑剔，夏季是它们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石蛙习性天生敏感，白天身居巢穴，晚上出来活动，它们的肤色与岩石十分接近，漫长的演变中，伪装色很好地保护了它们。夜晚是石蛙大显身手的时候，飞行的昆虫、蚯蚓和爬行的蛆虫都是它们追求的美食。这是正在求偶的石蛙发出的鸣叫，声音雄厚洪亮，雄蛙以此吸引雌蛙。当水温达到20摄氏度时，石蛙开始抱对交配，精和卵同时产出体外，然后体外受精。这些受精卵在适宜的水温和充足的营养条件下，孕育成小蝌蚪，最终变化成一只幼蛙。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大约75至90天的时间。石蛙胆小谨慎，它们时刻对环境保持警觉。这种蛙鸣声似乎是在传递一种危险到来的信号。石蛙在长达半年的冬眠期里，常常和蛇类相伴共眠一穴。此刻对于突然出现的毒蛇，石蛙的态度并不友好，幼蛙装死躲避毒蛇的袭击。成年的蛙趴伏在水中，警惕地注视着毒蛇。终于躲过了一场危机。寂静的夜晚，蛙声再次喧闹起来。生长在黄山祁门县
古牛将景区的胡茂成兄弟，自小一起冒险，在大山里摸爬滚打。这个路呢，你看到这个路都是原汁原味，是吧？今天是胡茂成哥俩休息的日子，他们结伴上山采摘石耳。回到山林中，他们总是很兴奋。你准备登上这个山是吧？对，我们也是走这个。刚好你们带我们一起。山里人的性格乐观豪爽，每当遇到游人或迷路的背包客，他们都会热心帮助。这个山上呢，有很多珍稀的植物啊，还有动物啊。我们等会呢，在路上的时候呢，我可以给你啊介绍一些植物，因为我们是山里人啊。为游人介绍古牛将，是兄弟俩最自豪的事。古牛将是黄山西脉的最高峰，古时这片区域叫做西黄山。在这个古牛将里，这神秘的地方，各种各样的树种啊，很多的。这里是植物学家青睐的绿色王国，森林天堂，生长着红豆杉、银杏、三尖杉等多种古老珍稀树种。以前，这种冒险的行为是黄山山民谋生的主要手段。20世纪80年代，胡茂成的哥哥就是靠采集石耳换回的钱，给家里盖起了房屋。石耳是名贵山珍，一般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它们形状酷似木耳，寄生在石壁上。中国古代药书《神农本草经》把石耳列为上等药材。石耳富含高蛋白和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价值极高。胡茂成兄弟返乡之后，坚持每年都上山采摘石耳。石耳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啊，你看。秋天的枝头结满了果实，顽皮的幼猴在吃饱喝足之后嬉戏打闹，甚至模仿成年猴子做着架桥的动作。他们相互打斗攻击，演习一场并不存在的战争。成年短尾猴仍然无休无止的理毛，这个阴湿的季节让他们不思进取。秋天是猴群最幸福的季节，但是这个季节却暗藏杀机。外来猴的入侵让猴群骚动起来，树枝上的头盔发出坚定的应敌信号，猴群在接到攻击的命令之后，从四面八方编队涌向目标。这是一场捍卫地盘、真刀实枪的战争。战争的创伤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同伴舔吮伤口的安抚，增进了群体的凝聚力。这是
个体之间的友谊，同时也显示了群体内部建立起来的深厚情感。这是强强第一次面对猴群之间发生的极端事件，他亲眼目睹了父母辈们击退外来入侵者的全部场面。强强整整一周岁，已经长出了黄褐色体毛，他从此拥有了黄山短尾猴真正的体色，这意味着强强已经不再是猴群中的婴孩，进入了少年时代。晚霞透过云海辉映在伏羲猴谷的山岗上，高大的乔木反射着夕阳的余光，猴群在金色的光线中爬上山岗，返回山上的营地。浩瀚的森林维系着生命的复杂运作，四季有序的轮回，生命的光华彼此照耀。不同凡响的生命故事演绎着智慧和力量。姿态万千的黄山不仅仅是天下第一奇山，更是一座秘境之地。黄帝的事迹主要集中在中国北方，而黄山偏于东南，二者为何会联系在一起？地处僻静的黄山，从寂寂无名到惊现于世，一条鲜为人知的时间长线上，有哪些陌生的变脸？